台湾话毫无根据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无影无只。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子虚乌有，毫无根据。例：伊讲的话拢无影无只。他说的都是子虚乌有的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